你好，请给我开下门，让我和我的小恐龙进去。好的。嘚嘚嘚，走吧，小恐龙，咱们进去喽。你好，请给我开下门，让我和我的小狗进去。好的，这就给你开门。嘚嘚嘚，小狗狗，快进去吧。嘿嘿，我是小哪吒，给我开门。听到了没有？为什么还不开门？真是的，我可没有耐心啊。唉，摇什么头，摇什么头，开门，听没听到？真是不懂礼貌。好，这就给你开门。嘚嘚嘚，我哪吒就喜欢这么说话。哼，懂什么礼貌，集合。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哪吒呀，咱们说话要懂礼貌，知道。爸，不好了，怪兽来了。爸爸，你快别睡了，怪兽来了。爸爸，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没有能量了吗？爸爸没有能量了，谁来打怪兽呀？好疼吗？饶了我爸爸吧。小鬼，不要求他们。小鬼，你爸爸总欺负小朋友，这次真的不能原谅他，我们要把他带走关起来。不要啊，不要，你们要是把我爸爸带走，没有人照顾我，我不会做饭，我也没有地方住，我需要我的爸爸，你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爸爸，不要再欺负小朋友了，为了我，你改好吧，好不好？小鬼，爸爸错了。要不咱们再给巨人僵尸一次机会吧。小鬼看上去真的很可怜。那好吧，巨人僵尸，我们看在小鬼的份上，这次就原谅你。如果再有一次，我们真的会把你关起来，把你和你儿子会分开的。不会有下次的了，真的不会，我会看着我的爸爸。救命啊，僵尸来了，赶紧藏起来。嘿，我也要藏起来。啊，两头小猪跑哪里去了？我要进去看看。啊，今天不砍树了，拿着我的鱼竿钓鱼去喽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啊，里面好像有人，我马上救你。拿着我的钓鱼竿把它钓上来。哎呀，原来是乔治呀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里面还有人。哎呀，这个是佩奇。救命啊，快把我救上去。来了来了。啊，原来是僵尸呀，我还是不救了，你在垃圾桶里面好好待着吧。萌鸡小队排号队，我们准备开始打针了，谁表现特别勇敢的话，我会奖励他一个雪糕造型的棒棒糖哦。还有这好事，排队打针奖励棒棒糖，我僵尸啊最喜欢吃棒棒糖了，我也要在这排队打针。朵朵啊是个女孩子，真勇敢，居然第一个出来打针。喂，坚持，马上就好了。哇，朵朵居然没有哭，奖励朵朵一个棒棒糖。麦奇呀是小小男子汉，哇也很棒，居然一声都没有叫，奖励麦奇一个棒棒糖。大宇是大哥哥，要做一个表率。哇，大宇也好勇敢呀，奖励大宇一个棒棒糖。接下来到欢欢的了，我们看欢欢会不会哭。哇，欢欢也很勇敢，没有哭，奖励欢欢一个棒棒糖。终于到我僵尸的了，快给我打，快给我打，我要吃棒棒糖。来，准备好开始打针了。啊，好疼，我的眼睛太疼了吧。啊，这针怎么这么疼啊。
我的天哪，这个僵尸这么大了居然害怕打针，哼，不奖励你棒棒糖，这个棒糖呀给我鸡妈妈了啊，怎么回事，我打针了怎么没有奖励我棒棒糖啊，我妈妈跑得太多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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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，小花鸡哪里去了，小花鸡小花鸡快点回来吧，你在哪里呀，小花鸡你怎么不应呀，去找找吧，反正很久没看到小花鸡哪里去了，花鸡我没有看到小铲车，我一直在这里呢，好吧那我再去找找吧，嗯，这不是小花鸡吗，小花鸡你怎么掉到那里去了，你没事吧，小花鸡醒醒啊，小花鸡小花鸡你快醒醒，妈妈我没事，我就是有一点点疼，妈妈你快点救我上去吧，好妈妈救你上来，你小心一点，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你上来吧，谢谢妈妈，幸好你来救我了，我都吓死了，小花鸡我们把坑填上吧，要不然别的车子过来也会掉下去的，太好了妈妈我来帮你吧，好的我们一起来吧，妈妈填坑，妈妈我们填好了，太棒了，搞定，妈妈这下就没有车子会掉下去了，对呀我们回去吧，回去喽，妈妈等等我，今天好冷呀，小恐龙们都别玩了，赶快跟妈妈回家吧，妈妈妈妈我来了，我是一号，妈妈我是二号，妈妈我是三号，还有我呢还有我呢，我是四号，我是五号，我是六号，啊不对呀，我的七号八号九号和十号宝宝呢，怎么没有回来，快跑呀快跑呀，哎呦大怪兽不要追我呀，哎呦我可不想被大怪兽抓走呀，哎呦你们都等等我呀，哎呦，哎这不是童话王国的公主吗，你们慌慌张张的跑什么呢，都摔倒了赶快起来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后面有一个大怪兽在追我们，他还要把我们给抓走，这可怎么办呀，恐龙妈妈你能帮助我们吗，哦原来有大怪兽呀，四位公主你们别害怕，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快看我这里有四个魔法水果和蔬菜，只要你们吃了就可以变成我的恐龙宝宝了，这样大怪兽来了就找不到你们了，哦真的吗，我先替公主要先吃，我要吃这个玉米，先把皮剥掉，哇快看呀，我变成了七号宝宝，这也太神奇了，我人鱼公主也要吃，我要吃这个橙子，先把皮剥掉，哇快看呀，我变成了八号宝宝，该我了该我了，我贝尔公主也要吃，我要来吃这个豌豆，先把皮剥掉，哇快看呀，我变成了九号宝宝，最后就剩我白雪自己了，我要来吃这个香蕉，先把香蕉皮给剥掉啊，哇快看呀，我变成了十号宝宝，哈哈我大怪兽发现了四位美丽的公主，我要把他们全部都给抓走，哎公主们呢，刚才还在这呢怎么不见了，哎呀真是气死我了，一个也没抓到，往后往后，我怪兽王子不想娶贝尔公主，贝尔公主实在太坏了，不行不行我要赶快藏起来，往后往后，我奥特曼王子也不想娶贝尔公主，贝尔公主总是做坏事大家都讨厌她，我也要赶快藏起来，往后往后，我白马王子更不想娶贝尔公主，我喜欢的是白雪公主，我也要赶快藏起来，哼我贝尔公主今天一定要把自己给嫁出去，三位王子都别藏了，我已经看到你们了赶快出来吧，小朋友们赶快发送666帮助我怪兽王子隐身呀，小朋友们赶快发送笑脸帮助我奥特曼王子隐身呀，小朋友们赶快发送小能量帮助我白马王子隐身呀，哼还想隐身想得美，我现在就来找你们，怪兽王子赶快出来，哎怎么没有呀，奥特曼王子赶快出来，哎怎么也没有呀，白马王子赶快出来，哈哈发现你了，太好了我可以嫁给白马王子喽，天哪我怎么没有隐身呀，小朋友们赶快点这里的小能量帮助我隐身吧，我不想娶贝尔公主，我喜欢的是白雪公主，哼白马王子我才不会让小朋友们帮助你呢，我现在就把这里的小能量给捏成液体扔掉，这样他们就演不了了，我今天一定要嫁给你，不是的小朋友们，小能量是捏不碎的还在这里呢，你们赶快动动小手指帮我点一点，这样我就可以隐身了，我就可以去找白雪公主了，收垃圾啦，这里好多垃圾呀、啊、谁乱扔垃圾的，这个好像是车头，还有一个箱子，轮子，一个底盘，这里还有一个搅拌桶，怎么看也不像垃圾，好像是车子散架了，我还是先帮它组装一下吧，开始
先找到这个底盘，先安装这个轮子。应该是这样。车头，哎，怎么这里掉了一块？把它装上。原来你是后备车，我还以为你是垃圾呢。谢谢垃圾车，我不小心被车撞散架了。那这个搅拌桶怎么回事？是你的吗？不是不是，肯定是垃圾了。我捡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搅拌桶是我的。你的搅拌桶？那给你吧，我还以为是垃圾呢，差点就被拉走了。谢谢，我要装上去。太谢谢垃圾车了，我还以为我的搅拌桶掉到哪里了呢。不客气，我要收垃圾去了。